老先生太客气了，何言失礼啊！我们该感谢老先生，是您的歌声唤醒了我们心中的诗情，吟唱鸿雁使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了灾乱带来的流民之苦。啊，颜回，说得好。我补充一点，这首鸿雁还提醒我们不忘天命。是，先生。老先生是。啊，说起来呀，我和先生还是乡亲呢。啊，我是宋国人，我知道先生的祖辈也是宋国人，而且还是世亲。啊，在这里能遇上来自祖国的乡亲，太令人高兴了。啊，快去把食物都拿来，款待先生和他的弟子们。快去啊！啊，诺，子贡啊，子路，把我们的食物也取来，与乡亲们分享。哎，啊，这两位童子是啊，这是我的孙子。哦，子元，子珍，嗯，快给先生行礼呀！我们刚才已经行过礼了。刚才行的是什么礼呀？那是见面礼，现在我让你行的是什么礼？拜师礼。如果先生能收你们为徒，那可是咱们老李家的造化呀！啊，呵呵，先生，这两个孩子被我宠坏了，见笑了。哎，童言无忌嘛，我看他们聪明伶俐，都是颇具天资的孩子啊。呵呵，弟子拜见先生，请先生收弟子为徒。弟子拜见先生，请先生收弟子为徒。好，好，等你们再长大一点，我一定收你们做弟子。听见了，先生的话都记住了？记住了。啊，那我问你们，你们看先生的弟子都在干什么？煮饭。那你们呢？现在应该干什么？等着吃饭。不对，我们应该和他们一样，自己动手煮饭，自食其力。对，这还差不多。快去吧。嗯。先生，我听说，先生途经宋国的时候，遭到司马桓颓的追杀，是这样吧？哎。惶惶然如丧家之狗啊。我还听说先生得罪了他，是因为他打造石果之事。先生说，如此奢靡之人死后还是素朽为好。如此不仁之人，这样说不算冤枉他。要我说也是素死为好，要不然宋国必将毁在他的手里啊。他不仅纵情享乐、荒淫无度，而且是打压异己、滥杀无辜，
我就是反对他造尸国才遭到罢黜的呀。我们家大人原来是宋国的少司空。是吗？啊，哎，宋国的宫殿、府邸、宅院几乎都经过了我的手，可是没想到我给他们造了一辈子房子却无家可归。他们不仅罢我的官职，还把我逐出了宋国。唉，我离世一族只好流浪异邦了。先生，你们再去看看还有多少食物，都给司空大人留下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那你们怎么办呢？本应该是我款待你们呢。明天我们就到陈国了，你们还有很长远的路要走，兵荒马乱的，食物难找，孔丘只能为我祖国的乡亲，为令人尊敬的司空大人做这些了。谢先生。啊，不必谢，不必谢。司空大人，我们这是患难与共啊。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就是那边先生给我们的，是真正的粟米饭。哦，先生，老朽在有生之年能遇到您这样的真君子，实在是荣幸啊。不过先生不远千里奔波颠沛于列国，游说各国诸侯，会有结果吗？当下的执政者只知征伐，只迷信武力和暴力，才造成如此之乱世啊。先生您对他们讲一个仁字，一个信字，可为吗？先生所言不错，可面对这礼崩乐坏的危局，总要有人挺身而出，奔走呼号，以求力挽狂澜呐。我坚信苟有用我者，七月而已可也，三年有成。到那时，君臣各安其位，百官各司其职，百姓各乐其业，大家共同生活在一个有序、安宁、祥和的世界里。好吃吗？甜吗？甜，好久没吃过这么甜的果子了，谁给你的？
颜回哥给的。可是爷爷说不能随便要别人的东西。都是先生的弟子，同门兄弟，不是外人。留着点，别一次都吃完了。你也自己留点，别都给我。我要走了，以后好好照顾自己，听爷爷的话。先生，先生，哥哥，先生，哥哥，先生，先生，不要追了，让他们去吧。先生，他们跟着仲尼先生走，或许还能找到希望啊。先生，先生，我也要跟您走。哥哥，哥哥，先生，我也跟您一起走。起来，起来吧，带他们走吧。好。什么动静？过去看看，什么东西？啊！哎呦，这，看看这是什么？这是哪儿来的？别动！传令，各宫门警戒，谨防刺客。诺。回主公，主公，这是从哪个方向坠落的？天太黑没看见，只听到坠地的声音。这不是有人故意放在此地吧？我想不会。听到声音以后，我带人到周围搜查过，没有发现什么别的迹象。凶兆，先生，房间都安排好了，这里条件不错，我带您去房间吧。好，好。金鹰，亦称金雕，体型异常庞大，我中华诸侠极为罕见。此神鹰为天下第一猛禽，日行千里，凶悍无比，嗜杀成性。主公，鲁国的孔丘、孔仲尼到陈国了。哦，是吗？是的，已经在宾舍安顿下了。好，快派使者邀他进宫，帮寡人断断这死鹰之谜。诺。此乃天降凶兆，毫无疑问，我可使用巫术化解。主公万不可听信外人妄语，
贻误化界之时机呀、啊！哎，你不了解这位鲁国的客人，不是鲁国的巫师吗？不是的，这位先生啊，是鲁国的儒者，据说还博学得很呢。寡人倒真想听听他是如何破解这死婴之谜的。儒者大都是厚古薄今，只知肯书简，不通世故，更不通灵性。主公，若是错过时辰，再不安抚神鹰的魂灵，化凶为仪，凶兆必显，请主公定夺。好吧，那你就开始吧。诺。请。诸位大师，请先暂停一下。不可，暂停前面就白坐了，这是对神鹰的灵魂不敬，会招致更大的灾祸。对啊，这可不能停啊，不能停啊，这千万不能停啊。如若陈国上下只信以巫术消灾解难，我孔丘还是不打扰的好，告辞了。先生慢。先生请留步。停，各位巫师暂且歇息。先生请。应死矣。此婴被箭射死矣。这已经射死的爱人。先生，可是这婴为何会死在寡人的宫里呢？把箭拔出来。此婴来自遥远的东北方。先生如何得知？护母为干，立时为足，乃肃慎之始也。肃慎是我东北方偏远之邦，其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，使其各以方物特产来供。肃慎献上的礼物就是这一尺八寸长的护使石弩。先生，这是吉是凶啊？依我看，此事无关吉凶，倒是另有一番深意。哦，请讲。武王为彰显其无上崇高之威德，将肃慎之使赐长女大姬，大姬嫁于鱼湖宫而封于臣。嗯，想当初武王分美玉与同姓诸侯，以示骨肉情深，分远方贡物与异姓诸侯，以此提醒他们不忘归服天子。无论是让同姓诸侯珍惜骨肉之情，还是提醒异姓诸侯归服天子，武王的用意都是希望大家能和睦相处，从此不起纷争。
陈国为异姓侯国，故得肃慎之时。原来是这样。如此说来，我陈国早就有这肃慎之见。是。快，快去府库查一查。诺。啊，先生，请。文野兄，请。陈亢，字子琴，陈国人。啊，子琴兄，请。哎。哎，你是新来的吧？跟我走吧。你是谁啊？我叫子瞻，是你师兄。你师兄啊？哎呀，你不知道了吧，我哥哥说了，谁先进入师门谁就是师兄。我呀入师门可比你早多了。好，师兄请。来，师弟走吧。走。此鹰落下之后，朝野内外是人心惶惶，有说为天降凶兆，有说为刺客恐吓，搅得寡人亦是心神不定，寝食难安呐。幸得有先生这样的博学之士来访，为寡人答疑解惑。主公，主公请看，这是从府库里找到的。先生果然学识渊博，不同凡响啊。白燕，寡人要好好款待先生。诺诺。子路哥，哎，先生呢？先生在宫里喝酒呢，一会儿宫里给他送回来。真的吗？哎，这么说先生此去旗开得胜了。先生心情是大好啊。我给你学学。苟用我者，七月而已可也，三年有成。三年有成啊。子渊子瞻，过来一块蹭蹭舒服。哎，看什么呀？哎，对了，你们也好几天没洗澡了吧，过来一块蹭蹭。别挤我，过瘾。来，列位臣工，让我们共同举杯，敬自鲁国远道而来的孔丘先生。先生请。主公请。这个孔丘啊，新来乍到，竟被主公封为上宾，以后啊恐怕要对他言听计从了。哼，人家周游列国，见多识广嘛。哼，周游列国不过是奔走钻营，想谋个一官半职罢了，见多识广？可惜呀，我没看见哪个国君肯重用他。就他那点雕虫小技呀，蒙谁呀？也就是蒙蒙咱们主公吧。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哎，你们呢？来来来来来，先生，陈国大宴怎么样？隆重，融洽，宾主之间相言甚欢。那就是说，先生终于碰到明君了。
这么说，怕还为师上走。不过，先生，您快讲讲，当时是怎样一番情形？宾主之间如何相言甚欢？好，好。当时啊，我一踏进宫门，只见呢，来，先生接着说。只见那庭院里面，算了，天也不早了，你们都睡吧，有话明天再说。先生接着说，接着说，睡吧。先生，先生。哎呀，这个宰我啊，睡得跟死猪一样。睡觉。中牧一战酣畅淋漓，将军的队伍经过这一战，士气大振，以后定能所向披靡啊！说起中牧，我倒想起一件事情来了。什么事？将军请说。中牧之战，你在什么地方？我一直跟随将军，奋勇杀敌，并肩作战啊。刚一进中牧，大战还没有开始，太子就钻进路边的柴草堆里，直到大人的大军进城，你才从柴草堆里爬出来。你说，我说的对吧？我。太子，你杀过人吗？没有。杀过猪吗？也没有。杀过鸡？哦，先前随先君外出狩猎时，曾射中过一只雉鸡。好，太子，手上不沾点血是夺不回君位的。再说了，你也不能光靠别人都为你流血，自己却在一边袖手旁观呢。将军所言极是，下一次我一定杀他个血肉横飞的。好，现在就练一练。现在拿什么练？来人，大人有何吩咐？你带人去抓一头活猪来，让这位太子试试身手。诺。
你去把猪放开。猪。这。注意啊！杀！主公，季太史求见，请他进来。诺。主公，昨晚寡人亲自去了一趟府库，又找到了这样一件玉璧，想必也有一番不寻常的来历吧。今日正好可以请教孔丘，你说这孔丘可是个人才？是，但不可用。哦，为何呀？此人不祥。不祥？大王不妨想想，孔丘在鲁，鲁困，治魏魏乱，过宋被逐，居正瘟疫，如今来到我陈国，还不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？是啊，寡人也一直在想，各国诸侯都不用他，这其中一定有些道理。孔丘之才，在于熟悉礼乐仪规、国史典籍，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博闻强记而已，况且严重脱离实际，中看不中用。我陈国弱小，晋楚争霸，我深受其害。当务之急是要发展军力，险中求存。国事不是儿戏，如若用孔子，陈王恐怕不远了。他们把这个都拿下去，臣亲自办。请诸位弟子们看看，这是殷代甲骨，这上面刻的是什么字？好像是信字。对，啊，这位新来的弟子认出了信字。距今500多年前的殷人将人和言组成这个信字，意思是说，做人要言而有信，说话要说真话实话，不能撒谎。人与人之间只有讲真话实话，才能相互信任，社会秩序才能得以维持。先生，如果别人跟我讲假话，我还能跟他讲真话吗？能。那样我不是很傻吗？讲信是君子的本分，撒谎则为小人。君子用自己的言行来匡正小人，使小人的言行得到约束。大凡撒谎者心虚，反之立志做君子者讲信而不守信，大凡也是心虚的。对小人讲假话则是敬小人了，你说呢？先生说的对呀。
先生曾经讲过，近君子而远小人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。大车无泥，小车无月，又何以行之哉？这是先生用车举例，无论大车小车，缺了关键部件均无法行走。我们为人处事为政，都应该言而有信，否则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。讲得好。颜回啊，学过的东西记忆深刻，而且能举一反三。先生，给您。先生，您先休息一下。关于信是先生讲过的，子贡愿做先生的助教，为新来的弟子们讲解。好主意，子贡就是有创意。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。为师不敢，但弟子愿意温故而知新。好，你讲吧。好。我曾经问政于先生，先生说足食足兵民信。我假设因为社会政治经济的原因等等，这三件事必须少做一件，那先去掉哪一件呢？先生说先去兵。我又假设去掉了军事经费，那国家呢依然贫困，还要去掉哪一件呢？先生说去食。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，战死的饿死的不过是死，唯信不可去。执政者使民，必先取信于民。为臣的建军，必先取信于君。只有民众对执政者信任，国家才有希望。好，讲得好。子贡兄，先生，子琴明白了。诸位臣工，今日操劳，寡人特备此酒宴款待诸位。来，诸位举杯，敬主公。请。益者三友，损者三友。有益的朋友有三种，有害的朋友也有三种。跟正直、诚信、知识广博的人交朋友，有益；跟谄媚、虚伪、善于花言巧语的人交朋友，有损。是啊。益者三乐，损者三乐。有益的嗜好有三种，有害的嗜好也有三种。喜欢以礼乐节制自己的行为，喜欢讲别人的好话，喜欢结交贤者为友，这是益者三乐。喜欢纵情极欲，喜欢到处游玩，喜欢饮宴吃喝，这是损者三乐。什么益者三友，损者三友？什么益者三乐，损者三乐？他这是指桑骂槐。照他这么说，我陈国上下从国君到各位卿大夫就没有好人了，就没有君子了。指桑骂槐，我看他是妖言惑众，煽动不满，妄图颠覆我陈国公事。他在我陈国未受重用，心怀不满，要是光在私下里发发牢骚也就罢了，可是你看到了吧，他纠集了多少徒子徒孙，鲁国的、齐国的、魏国的、宋国的，再加上咱们陈国的，从四五岁的娃娃到六七十岁的老叟，那院子里都快装不下了。他要干什么呀？他是向我们示威，是向我们展示他的影响力。如此说来，此人还真是不能留啊。此人不除，后患无穷。
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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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么使劲乱搅，你得顺着一个方向，这样才能搅匀。好的。哎，对了，好，现在往里加点盐。好。哎，等等等等，慢点儿，使盐是有讲究的，淡了你爹觉得没滋味，咸了他又不爱吃，你得小心掌握。好，做到咸淡适中。啊，师娘。哎，师娘。袁宪来了，这是七雕哥刚送来的一筐栗子和几条干肉。哎呦，怎么又拿这么多东西啊？哎，你们做肉酱呢？啊，打算等冉秋走的时候让他给烧过去。哎，对了，冉秋什么时候走啊？娘不是跟您说过吗？他过几天再走。他娘啊，想让他陪着再多待几天。这两天冉秋总是往继府里跑。看来呀，是想谋个差事。那他还走吗？走啊，就算继父想留他，怕也没有这么快。风帆